大家好，我叫和声，在戏里面是演那位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童冰玉，我在戏里面呢是演那个《富贵平安》里面的二姐，也是这一间诊所的黄子珊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怡宁，我是演二姐的最小妹妹黄子欣，我是一位大学学生。这是一部全新的长寿剧，希望大家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出。对，一定要记得收看《富贵平安》，就在八频道。富贵平安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八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家的长女黄子婷。我每一次都会去相亲，可是每一次都失败，没有桃花运，怎么可能呢？不过有一天，在戏里呢，我是饰演萧芳芳，我是美甲。